要不是因为你，我跟小刚，你跟小刚一样会活得很好。啊，对，老爹的身体，不要再恶话讲。说起来讽刺的很，他的前半辈子都是在颠沛流离中度过。 苦难比快乐多，那样的日子根本就不值得笔记。反倒是你们来了以后，有小刚陪着他，他的日子才快乐一点。结果呢？现在的事情他记不住，以前的不愉快却老想起来。这大概就是人生吧。那个杂志社的人，他真的会把你的事情说出来吗？ 说了，我的故事很多人都感兴趣。那位先生说，你的方法会让你得不到你要的东西，是什么意思啊？什么方法？他是说，我做错了，也许我真的不应该再逃避。亚夫。 是求安定，求平静，但是你的方法会让你什么也求不到。我会再来的，我们一直想做你们这家人的报道，等报道出来之后，或许会对你们有些帮助，希望你们能考虑考虑，这是我的名片。 张小毛分得清吗？妈，我觉得张小毛很可怜，我要他一个人吃。怎么了？张小毛今天一直哭，他爸爸不要他了，他妈妈也不来看他，他说他想跟姑姑住在一起，可是不行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人家说不可以。哪有这样的爸爸妈妈，也不管自己的小孩，害张小毛很伤心。 我的同班同学真可怜啊！老张，你这感冒虽然是好了，但是要多喝水，不能乱跑，知道吧？我知道。老爹，你的头还痛不痛？哎，不疼了。哎，吃的药就好多了。哎。 年纪大了，一点小毛病就耐不住了。嗯，就跟机器老了一样。什么是机器老了？嗯，哎，就像这把椅子一样啊，刚买回来的时候又舒服又好坐，哎，用久了一坐下就有声音，嘎吱嘎吱的响。这扶手也快掉了，这不跟机器老了一样吗？ 我们这叫爸爸修理呀。你爸爸，先把他自己修理好就行喽。来啊，哎，嗯，嗯，慢慢吃，别接着啊。哎呀，这玩意儿算什么嘛？在咱们老家，人家真的好吃，叫人流口水呀。那都是老家。 老家就是故乡嘛，埋祖坟的地方。那是祖坟呐。嗯，那就是祖宗睡觉的地方嘛。啊，哎，咱们那儿啊，每个坟头都要经过风水先生看过才算数，不能乱埋的。
什么是风水先生吗？来我。哎，你烦不烦呐？我跟你讲那么多，你哪会懂呢？走走走走走。哎。我懂啊，这是睡觉嘛。下班了，哎呦 ，Snoopy， 哎，我是一直在想啊，等你再大一点儿，能走远一点路了，老爹就带你回老家去看看。我已经够大了。哎，不行，还不够大，还不够。是不是要等我眼睛好了才够呢？哎，不是，不是啊，嗯。我是想啊，等你爸爸跟你妈妈的名分定了。什么是名分定了？就是。小刚，小刚，妈妈回来了。妈妈。哎，下班了。老爹。爸爸准备开始做生意了，妈妈先带你去洗澡哈，走。你老爹怎么说？哎，去吧，小刚，先跟妈去洗澡。哎，咱们爷俩等会儿再说啊。妈妈。没关系，明天放学以后啊，我们再请老丁给你说故事啊。亚父，小刚的眼睛到底能不能好啊？这么好的一个孩子，哎，亚父，你跟新兰的事也该定了吧？你们俩都不是第一次结婚了，也不需要这么多规矩了。小刚叫了你这么多年的爸爸了，他再大一点一定会奇怪的。无论是你早已变心，或是我粗心大意，女人的泪谁怜惜？是扫把星啊，你从哪听来的？上小猫说的，他说他爸爸都这样叫他。扫把星是好人还是坏人？那是他们开玩笑说的话，没有什么好与坏。哦，新兰。啊，来了，你别赶快洗，妈妈出去一下。去看个朋友，不一定什么时候能回来。啊，今天不做生意了。亚夫，没事，我只是去看个朋友去。你帮我照顾一下爸爸，我尽快就回来。那晚饭我会做的，不要担心。那我走了。亚夫。小心一点。好久不见啊，你精神还是那么好。来者是客，坐坐坐，咱们兄弟好多话，来坐下好多话啊。
董哥，生意做得不错嘛，好兄弟捧场了。谢谢。董哥，白哥既然一来了，大家就把话说清楚。老大，这里什么时候轮到你说话？董哥，你，董哥，这什么茶？对这个我是外行。小白，咱们好久不见，今天你该不是来跟我喝茶的吧？ 董哥，我们兄弟叙旧说我们的事情，让兄弟们休息吧。小白，你还是那么带种，好像我身边的人都不是人了。走了，别在小白面前丢人现眼，人家根本没把你们看在眼里。走了。正。 别走，这里没有你说话的份儿，还不走！白哥，我今天来只谈老大的事，其他的我不会插手。白哥，你这什么意思？阿彪，我的意思已经告诉过你。 算我看错了，阿雄，董哥，老大的棺木再不下葬，就会误了好时辰了。小白，什么时候你变成风水师了？董哥，人死了，一了百了，就算有天大的恩怨。 也应该地下见面的时候再算。你这样压着老大的尸骨不让他下葬，传出去会是个笑话。谁敢说笑话？谁敢？我现在就在说话。你，董哥，风光一点送老大走，从今以后，他的天下就是你的了。 否则怎么样？你留着他的棺木也不能生钞票，拖久了，说不定还折你的福气了。把话说清楚。好了，朵哥，你不就是在等我来吗？想说什么就说吧。赶快选个黄道吉日，让老大入土为安吧。以后你就是名副其实的老大了。哼，少说好听的，阿彪就不会听我的。 那就是你跟阿彪的事情了。可是阿彪是你的人，罗哥，我摆面摊做生意，一个人就够了，不需要伙计。罗哥，老大死的时候我都没去送，你应该知道我的心意。小白，到我这边来，我不会亏待你。怎么？ 你要开馆子啊，罗哥？别拿话挤我了。我今天既然会来，一切都会按照你的意思做。从今以后，你就当世界上没我这个人。只是这样？对，只是这样。君子一言，快马一鞭。好，听你的。明天我就把老大给下葬了。小白，你会来吗？罗哥，你忘了，这个世界上已经没有小白这号人物了。 好，爽快。小白，你真够意思，我不会白领你这份情的。从今天开始，你那个买卖可以放心的去做，绝对不会有人去打搅。我包你万事太平。无论是你早已变心，或是我重新的女人的泪水淋湿。
不行了，小刚，哎呀，下来，小刚，哎呀，哎呦，我，哎，小刚，你又重了，老爹撑不住你了，老爹，你是不是老了？不是，是本来就老了嘛，哎呀，老骨头经不住折腾了，那我来折腾吧，我是小骨头。你小骨头，哈哈哈哈！怎么了？没事，你回来了。在等我？哎，你朋友找到了？哎，找到了。大家都很好。他们都知道你现在做小生意。知道。哎，小刚呢？在院子里跟老爹玩呢。我带了绿豆糕，还有盐酥饼。爸，小刚。看姥姥带什么了？绿豆糕、盐酥饼，来。我要吃。妈，您别生气啊。美玲不知道你喜欢喝龙井，所以才帮你泡了红茶啦。您教教她嘛，她学得很快的。妈，好啦，我会说说他的。我今天早点下班，回去好好说他一顿。好，进来。妈，我先有事，我待会打电话给你，好不好？妈，会的，我一定会打电话给你的。好好，妈再见。老太太又想儿子了，是不是？这是厂长要的资料，由于公司近年来往的情形都有详细的记录。不知道是不是厂长所需要的？哎，迷你系列产品，他们下了1000打的订单，其中50打呢，他们认为有瑕疵，所以把货款的尾数给扣住了。那我今天拜会厂商的时候呢，我专门到有限公司去一趟，看看可以把尾款收回来。是不是要会计小姐跟你一道去？他们又下了新订单，会计本来也要去对账的。会计啊，好，记得把你的账都带着，最好能把上一次没有结算的尾数带回来，因为这件事情你最清楚啊。哦，对了，你最好利用在清理期间和厂长解释一下我们和永裕结账的情况。厂长？是的，厂长刚来不久，几个重要的客户是应该去拜访一下的。快去呀，厂长在等着呢。小姐，厂长，沈小姐来了，你现在出发吗？好。多订了200打的迷你狗，在验收的时候，他们觉得我们产品有问题，所以扣了尾款，同时也没有具体的说明问题到底在哪里。
我记得我们公司好像已经补五十单给他们了。是，所以我希望今天能够收到上一次的尾款。你今天去就是为了这件事情？是的。永誉最近新的订单是什么东西？迷你猪。奇怪了啊，这永誉公司怎么对迷你的系列特别感兴趣？是不是市场比较看好？是的。这样难看。你刚才说什么？哦，我是说在马路上跑来跑去不好看啊。行了，不要生气，有什么话可以好好说。我刚刚只是问你。我听到你问什么？你不一定要回答我，但是我实在是想不通嘛。我们已经离婚了，为什么要离？怎么会离？那都是已经很遥远的事了，需要再提吗？你的司机在等你呢。那你呢？我自己会坐车回去。我们去吃个饭好不好？我的意思是说，反正我们很久没有见面了嘛，既然已经出来了，而且已经到用餐的时间，我……谢谢，我不饿。哎，你儿子好吗？你问这个做什么？你想做什么？我们好像很少单独去吃饭，以前多半都是……以前多半都是我站在一旁伺候你和那个新人。我也知道这样不好，可是她是我妈，她认。您不上吃过午饭，厂长，我只是一个小侄女。照道理说，我们根本不可能坐在一块吃饭。你有什么话，请尽快说。西南，难道离了婚的夫妻连朋友都不能做吗？知道过去我们相处的并不是很愉快，但至少不要当仇人嘛。你知不知道，那天在工厂我第一次看到你，我真的几乎不敢相信我的眼睛。哎，我没想到经过这么多年，我们还有机会再见面。你看，我们是不是很有？刚开始我不敢相信，等我查人事资料之后。我才100%的确定。你看，经过这么多年，我们还有机会在同一个工厂上班，你说我多巧，是不是？不是。不是什么？厂长，您刚提到我儿子，你想怎么样？我？新来，
难道你认为我会对你怎么样吗？我不知道啊，你现在是厂长，我不过是个小职员，你随时可以要我走路，不需要任何原因的。我干嘛要那么做？因为我想你会。青兰，我只是听说你有个儿子，可是你人事资料上面写的你未婚，我只是关心啊。你是说？我知道，现在很流行同居生子，而且不需要结婚。我只是对你表示我的关心，你们毕竟曾经是夫妻啊。我结婚了，只是忘了告诉你人事室而已。哦，恭喜你。不客气，我也该恭喜你啊。听说厂长夫人是名门闺秀，而且非常美丽。谈不上什么名门闺秀，还算不错。没关系啊，反正只要你母亲满意就行。有母亲中意的人，恐怕很难。厂长，我已经吃饱了，我们可以回去了。岁，快五岁了。你有孩子吗？还没有，我太太说她不希望那么早生小孩，再过几年吧。她和你母亲相处得好吗？茄子，这是你张叔叔最喜欢吃的一道菜，不能少的。八菜一汤，四个冷盘，四个热炒，这是我们林家宴客最起码的菜单。饭后甜点由你做决定吧，你多准备几样让我来选。妈咪，你说这张菜单是我一个人怎么，还要我亲自下厨吗？当然不是这个意思，我是说我们不是一体。你不会做呀，美玲啊，做我们林家的媳妇儿，一定要会烧一手好菜。梦婷对菜啊是很挑嘴的。当然了，这也是受了我的熏陶，对任何事情都比较挑剔。美玲，这可不是开玩笑的，知道吗？气死死！这是考试吗？我太太跟我妈的确是有一点隔阂，我想也许跟生活的背景不同有关系，时间久了一点，他们就会互相适应的。这句话我只能跟你说，其他的人还真不能说。就算我说了，他们也不见得会听。不想争辩，心里有话，能说话的朋友都没有。
您觉得很奇怪哈？为什么把我心里的感受跟我太太讲？我太太呢是一个心直口快的人，受的又是美式教育，如果我把我心里感受跟她说的话，我保证她一定会一五一十的跟我妈妈讲。哎，说不定啊会叫我妈妈尊重我的感受。我真不敢想象我妈听她讲这个话的表情是什么。除非是一个和你母亲一模一样，否则很难让你母亲满意。爸，我们居然走回来了，好久没有轻轻松松散步了。孙楠，跟你聊天我真的觉得很不安。我从后面进去。进来。过两天如果有空的话，到人事室把资料改一下。一个女人最好不要冷口吃。现在面对的门呢是大门，然后右手边是客人，左这边呢是主人，然后上菜从这边。不对呀、啊，那我要坐哪里？啊，那我是上菜的嘛，那我就不能坐了。行啊，这样子我会忘记，你把它提起来。什么凤尾？是凤凰吧？中国人讲的凤凰就是鸡。啊？凤尾明虾？那是一道中国菜的名字，不是真的凤尾。那还有啊，那个佛跳墙啊，那该不会真的是要跳墙吧？林达，我看你需要的是一本食谱。不，我看还不止一本食谱，你刚才讲的根本就是南北河嘛。等一下，什么是南北河？就是南方菜跟北方菜合在一块。真的，食谱上都有，那太好了，那我就去买来看就好了。OK， 拜拜，再见。妈咪，请你起来一下。OK， 好，没问题。啊，妈咪，我要出去一下，等我回来再告诉你好了，拜拜。啊，对，妈咪。我答应过亨瑞，今天晚上我要准备晚餐，我已经准备了好的牛排。嗯，或者是您想吃龙虾了，没关系，好了，那我都买回来，你可以自己选择。OK， 拜拜。妈咪，我今天早上给你泡的茶，你一口都没喝，是不是太浓了？对了，对不起，这茶都凉了，没关系，等我回来再重新帮你泡过好了。嗯嗯 ，OK， 妈咪，拜拜。瞎话！哎，那怎么样？哎，怎么样？哎，是不是一匹好马？老师说要纸做的，可是这不是纸做的呀、啊。可是这玩意儿比较这个气派嘛，这纸做的是不是不够抻头啊？我不知道，我要去问老师看看可不可以这样。算了。这个老师说要用纸做的，这一定不是这个样子吧？这样好了，老爹再研究研究看看用什么纸做才能做出好马来啊？再给我几天时间怎么样？我们可以叫爸爸做啊。不行。为什么？这是我们俩的事情，我们不用你爸爸多事。哎呀，你放心啦。老爹一定会做出一匹赤兔马给你。什么是赤兔马？就是关老爷骑的马呀，很神奇吧？关老爷，我怎么没有看过啊？你当然。小刚，老爹问你，你想不想当花童啊？什么是花童？
花童？就是走在新郎新娘前面的小孩子，很神气的。那我要当花童。哎，好，就是这个主意。等你爸爸跟你妈妈说定了以后啊，你就是花童了啊。小张，你别忘了今儿晚上要提醒他们呢啊。等会儿我就去拜拜关老爷，他会管这码子事儿。妈，为什么花童一定要站在新郎和新娘的前面呢？妈！啊？什么？为什么啦？小刚，你又在问什么啦？我是在问妈妈，老爹说的新郎和新娘是不是就是王子和公主？老板，这面怎么那么咸呢？啊？怎么样？什么问题啊？老板，你是把卖盐的给打死了的？是不是？是不是？哎呀，怎么会这样呢？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一定是抓错了罐子了。我另外再给你煮一碗，好吧？对不起，对不起。怎么了？盐放太多了。怎么会呢？心里有事就会。嗯。是不是老爹他又？不是，是啊，是我爸说话。他说什么？他说。喂。啊。我来好了。没告诉我了，啊！妈，叫爸爸别放太多盐。什么？啊！老爹，你今天一直咳嗽，去喝点水吧。臭小子，你说话的口气越来越像你爸了。去。这些都是个什么东西啊？啊，牛肉根本没熟，肉。还带血，青菜不炒一下就上桌了，虾子也不剥壳，哎，就算是清蒸吧，是不是也得有点去腥的佐料呢？最离谱的是那些油腻腻、黏糊糊的，那什么东西那是？妈，那个是刀，是千岛酱了，是专门……哦，这就是高级西餐，那我可是受不了。你爸爸在世时候就说过。中国人呢，就要吃中国人的食物，那些生生冷冷的食物啊，只有没有文化的人才吃的。妈，你不要误会嘛，美玲平常不会做菜啊，那煮龙虾、烤牛排是她比较有把握的东西，她真的是要讨您欢心的。哦，让我吃那些生生冷冷的食物，虾子没剥壳也上桌，这叫讨我的欢心啊。母亲啊，我看你真是有了媳妇儿忘了你。你呀、啊，还真会讨你那个洋媳妇的欢心啊！妈，我不是在帮美玲说话，你不觉得美玲今天做的烤牛排？好了，你说够了没有你？我好声好气的跟你说这些，目的也只是想要教教你的媳妇，你居然敢跟我顶起嘴来了！什么东西好吃，什么东西不好吃，我不比你清楚，什么样菜式我没有吃过？母亲啊，你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什么时候该吃什么东西，什么场合该上什么菜，不是有你喜欢就行的。什么出身，有没有教养，
从这个地方人家一眼就看出来，你懂不懂啊？真是白教你。妈，没有那么严重吧？明明他什么不严重啊？非要人家背后指指点点才严重是不是啊？好了，妈，我知道了，是我不好，是美玲不好。那这样子吧，下次美玲做菜的时候呢，我叫她把菜单先给您过目一下，你点头才上桌，你看好不好？她能做得到吗？做得到，做得到，我会教她的嘛。孟晴啊，不要怪妈意见多，实在是你那个媳妇儿花样太多了，没有一分钟能够安静的。我教她什么，她丢什么。我想好好教她吧，她居然来个相应不理，我干嘛要受这种嫌弃？是怎样啊？你可曾为我而悲哀？其实什么一个女人可以不必忍耐？等人来陪，等人来爱。当我遇上你这男人，就像陷入大海，听不起放也放不开。日子一天一天醒来，我一天一天徘徊，面对这份感情的债。我却没